大家好，我是西彤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资讯一百秒。作为上班党，生活超级无聊，社交休闲时间异常枯燥，想去海边冲个浪更是奢侈的想法。不过现在这个绅士利器绝对适合你。生活在海边的日本朋友就设计了一件西服冲浪衣，名为 True Wetsuits， 外表与一般的西装并无差异，可以让你穿着西装抓着冲浪板就直接下海装叉，瞬间吸引大量眼球。True Wetsuits 的西装外套、西裤和领带均采用2毫米厚的超高弹力氯丁橡胶作为原料，不仅防水伸缩性也超强。单从外观上来看，粗心的你一定不太容易区分它和普通西装有何不同，因为大家都一样笔挺有型。里面的衬衫是 Dryflex 速干面料制成，还能抗污垢和污渍，冲浪后西装和衬衫哪怕湿透，但你回家或者回到办公室以后，它就平常干爽，依旧无褶。同时这款西装还有三个款式，办公室智能、休闲星期五以及派对燕尾服时刻，不管你是上班工作还是私下休闲聚会，它都能满足你的要求。当然最厉害的还是能够直接穿着冲浪，会冲浪的帅哥已经闪瞎了多少人的眼球，更何况是穿着西装去冲浪，相信我，人群之中你最亮眼。就算不是冲浪，即使是再大的雨，我也能优雅如初，轻松漫步至写字楼，待电梯上去时，我的西装早已焕然一新。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科技的创意脑洞，请关注科技美学微信公众号和资讯一百秒官方微博就行了，我们会为你持续奉上。